最近台中港出現大批嚟自北極嘅燕鷗，包括哈美燕鷗、三字鷗，唔少遊客搭住遊艇出海喂燕鷗，場面相當壯觀。幾百隻燕鷗一路追住觀光船前進，一下飛上，一下貼住海面嚟飛，場面相當壯觀。船隻幾乎都被燕鷗包圍，伴隨海浪同燕鷗嘅叫聲，成為咗最自然嘅環境音。而呢一班燕鷗一啲都唔驚人，全部都跟住民眾手裡面嘅食物嚟跑。呢一班燕鷗嚟自北極嘅叫客，每年二三月就會南下過冬。呢啲燕鷗有好多種，包括黑尾燕鷗、三字鷗。呢啲遠從西伯利亞嚟嘅訪客，天氣放暖之後就會從東南亞往北飛。其中台灣啱啱好就係佢哋長途旅程嘅中繼站。嚟自北方嘅叫客造訪台灣，唔單止令到台中港有咗新嘅面貌同玩法，更加令到民眾借住同佢哋嘅互動，體會環境保育嘅重要性。